I'm back with Fate of the Empress. What did I do? Should I love you guys up? Who needs the most? 57? 55? Okay, we're just gonna go straight for the story. Hopefully, I don't stop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again.小姐，这是什么声音啊？听着好吓人！我也不知道，但这声音似是从太庙的方向传来的。太庙？难道是祭祀大典发生了什么意外？嘘，你先别急着乌鸦嘴，让我去问问再说。涵儿和玲姐姐都参加了这场活动，可千万不要有事。 Explosion! We're not gonna teleport even. We're just gonna go right here. Oh. 姑姑，方才那声巨响是怎么回事？回大人的话，四世祭祀时的礼炮不知为何突然爆炸了。Oh my gosh. 好端端的怎会爆炸？姑姑，可有人受伤？So how old is this era? 事发突然，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但听闻杏林馆的郎中也都赶过去了。Oh my gosh! 您就早些回屋吧，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不安全。不，我还是有些担心，得亲自去看看才行。Where are we? Every day. Oh, hey guys. Trihan, Hanar. 参见大人。 Hi, hi again. 姐姐。 才真的好可怕，那火光直接就炸开了，还好有医师卫在。寒儿不怕，让我瞧瞧，身上可有什么地方受伤了？寒儿没事，那礼炮距离人群较远，大家都顶多只是受了些许轻微的擦伤。Yeah, but you just saw it. 就是龚郡王，他为了护驾，当时四世流了不少的血。Oh my gosh! 龚郡王，大人放心，龚郡王此番并未伤及性命。 姐姐若是担心，那就去亲自探望一下吧。义侍卫会送我回去的。Okay， 那就劳烦义侍卫了。这是属下的本职所在，大人不必多礼。I love these characters, these NPCs so much. Besides the bad ones, only the bad ones are not bad. 你怎么来了？ But I was worried. 多日未见，还以为你会继续躲着本王。 What? What makes you think that? 只是先前都不曾有机会遇见罢了。How many days has it been? 此番我听闻王爷伤势颇重，血流不止，便想来探望一下情况。血流不止，此番我并未伤及筋骨，用药包扎后，不出几日便能痊愈。哦，劳烦你白跑一趟了。算不上是白跑，能够确定王爷没事，我便已安心了。 不过此番礼炮爆炸，牵涉良多，王爷可知究竟事出何因？Hopefully it was an accident. 此事事关前朝，多问无益。本王会奉命查清真相的，你不必过于担忧。时辰不早了，你便早些回上府局吧。他既不肯说，只能就此打住了。那王爷切记保重身体。<笑> You guys still don't understand my meaning? ，请留步。朱郎中，这么晚了，是有什么事吗？其实我有一事相求，是有关贺昭仪的。啊，贺昭仪？没错，祭祀大典事关礼部，此番礼炮爆炸，贺昭仪的父亲既是礼部尚书，难保不会被牵连。嗯，所以希望大人近期能够多留意一下他周遭的状况。 Yes, of course, of course. 朱郎中放心，事关贺昭仪的安危，我定会注意着的。嗯，我信你。Do you like her? Why you worry about her? 既然如此，明天一早便去见一见林姐姐吧。Cause you know, you gotta wonder why he's worried. I mean, I guess good people should worry about other good people, yeah?
Maybe he's suspicious of something. Aww. 林姐姐，无论如何都要注意休息，不然身体可是受不住的。你可知我躺在榻上，一闭眼就是父亲被降罪的场面。即便想睡，也不敢睡。哦。先别操之过急，此事或许并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复杂呢。爆炸之后，君上当场就命人检查了其余未经点燃的礼炮。结果发现，原先存放在广储局的官炮居然被人替换成了私炮。What does that mean? Contract ban? 这么说来，此事并非意外，而是故意而为。Oh, dang it! 没错，但父亲向来为人正派，我相信他绝不屑于做这种勾当。倘若不尽快抓出真凶，那贺伯伯极有可能会因此被直接追责。林姐姐。存放礼炮的库房内或许会留下些蛛丝马迹，我可以趁着工作之余借机查探一番。事态紧急，我便不同你客气了，此番麻烦你了。 What is her rank in this story? I don't know. If others can find the evidence, my me, how could, what, wait, why did he find, where is he? 存放礼炮的地方似乎不在这儿，再去另一边看看吧。嗯，墙角的粉末有股火药味，应当是礼炮上才留下的。Nobody's here to catch her besides this kitchen. Oh, hey. 嗯 ，I thought I had to meet her to do something for some reason. I don't remember what it was. Let me just do this first. Power up in case they.In case they want, yeah, in case I don't have enough. It's too little anyway. Oh, let's go. 你不是上福局的女官吗？怎么跑来这里了？没什么，不过趁着领丝线的空隙随便转转罢了。领丝线？我才从上福局回来，可没听说过有这茬事情啊。话说回来。你才从上福局回来，不去和总管交差，跑来这儿做什么？这屋内空空如也，你也不是追着我过来的。你别瞎想，我得去找。站住，别跑！瞧你这么心虚，难道说这屋内不见的东西与你有关？哦、oh, goody, we have enough. 那 I guess he got away. I don't know. Oh. 你胡说什么呀？我不过是想来偷个懒，到了你这儿，怎么就成偷东西了？真的吗？那这库房里头原本的礼炮都去哪儿了？自从祭祀大典出事后，礼炮就被君上下令带走调查了。如今在官居殿偏殿内好好存着呢。You telling us this why? 居然被存在了官居殿，看来有必要再跑一趟了。Guess so that he can be innocent. Oh look, it was a woman who did it. Left by the locked door. Oh, we'll see. Are we gonna go over there? Go through this. Go through this. Oh, I wanna see what's in there. I mean, I can always go now. 这应当就是偏殿了，但门被落了锁，轻易打不开。嗯，地上有什么东西在发光？是一只珠钗。这只珠钗做工不凡，并非俗物，应当是某位夫人所持有的。机会掉在此处，证明那人也是为了调查礼炮而来。Sorry, I'm just curious about the hearts. Am I supposed to do something here? I wish I knew what this is for.Because I cannot believe that we can only have three people. 命数吗 ？For this stuff. 你不妨别信命，我想带你云游天下。第一个，这七星宝剑乃世间极品。Okay, well, back to the. 如此大礼，哦，表哥感激不尽。Well, we will greet him after we're done. Not as doing now.
care. She's so cute. Okay, now we can go back. 见过秦思氏，你来做什么？不去找萧思智，居然跑来我这里。属下方才捡到一只珠钗，想到秦思氏见多识广，见宝无数，便想来请教一二，看能否寻到施主。先前那么不识抬。这只珠钗，秦思氏，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这只珠钗上头的宝石是西戎进贡的夜明珠，王城内就此一只，想认不出来都难。夜明珠，哼，不会错，这应当是前段时间君上赐给贺昭仪的东西。这居然是贺昭仪的珠钗，是啊，我也很惊讶。这么贵重的东西怎的说丢就丢，你是从哪儿捡着的？若是说出实情，林姐姐定会惹上嫌疑，还是随意编造个地点比较好。就在御花园的草丛里捡到的，约莫是赏花时无意间碰掉的。哦，这样啊，那你赶紧送回去吧，别回头怪罪起来，咱俩可都担不起这个责任。属下遵命。事不宜迟，赶紧去找林姐姐确认一下吧。Do you think she did it? This woman? 这不是我的珠钗吗？林姐姐，你下回若是想去调查，记得小心些。此番若是被旁人捡去了，那就麻烦大了。调查？妹妹这是在说什么呢？姐姐不是去官居殿调查了那批被君上封锁起来的礼炮吗？我先前并不知晓礼炮被放在了官居殿，近来更是从未去过那儿。况且眼下这节骨眼，父亲正被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若贸然调查此事，只会雪上加霜。林姐姐所言不无道理，那这只珠钗为何会出现在官居殿内？这只珠钗是先前广储局送来的，但我佩戴后发现上头的夜明珠有些微微松动，因为此物贵重，我便亲自将它送了回去，让他们安排修缮，当时还是刘总管亲自接待的。但我方才拾取它的时候，并未感觉夜明珠有任何松动的迹象。我也发现了，应当是被修好了。珠钗完好无损，又出现在那种地方，就像是有人为了故意栽赃一样。照这么说来，刘全身为广储局总管，执掌货物运输，也并非与此事全然无关的。刘全，那看来有必要查一下他了。暂且不急，我先找机会去查一下广储局的路册，修理珠钗应当是要记录在册的。OK。此番辛苦你了，先回去等我消息吧。Who are you? 你是贺昭仪身边的侍女？见过大人，这么晚叨扰了，贺昭仪命我来给您送一封信。信？
I don't understand. 大人，信以待道，那我便先行告退了。好，有劳你回去转告林姐姐，就说我自有考虑。以刘权的职位，岂敢行此事？背后很有可能是受了他人指使。虽然林姐姐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但若想杜绝后患，就必须彻底查清楚来龙去脉才行。看来，明早有必要去趟广储局了。Is that him? Liu Quan? Liu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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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Quan? 刘总管，还真是少见你如此狼狈的模样。哎，这不是情况紧急吗？赶紧领我进去，我有要事同夫人商议。夫人早就睡下了，刘总管，您还是改明儿再来吧。明天？那上府局的女官不是省油的灯。眼下事情都快败露了，明天再说就来不及了。此事与夫人息息相关，你要是不想跟着遭殃，就赶紧进去通报。知道了，凶什么凶啊？随我来吧。小姐，你还在睡吗？赶紧醒醒吧。不然萧思智回头就要怪罪了。怎么了？萧思智可是嘱托了什么事情下来？贤淑园那里有件碧霞罗裙，在礼炮爆炸时沾了点火星，裙角有边，上面的刺绣是双面苏绣，极其繁复，所以萧思智便指明让小姐你来修补。那件罗裙现下在哪？四世还在贤淑园寝殿里。贤淑园？好，那我即刻就去将罗裙取来。Oh, they're gonna keep my mean occupied, huh? Over here? Is that a trap? 这位大人，您这是要进去里头吗？是啊，我受了上福局之命，前来取贤淑园的碧霞罗裙回去修补。怎么了？好心提醒你一句啊，待会儿可得记得注意言辞。方才也有位上福局的大人进了里头，但似是惹了贤淑媛不痛快、okay. 眼下正在被训斥呢。好，多谢提醒，我会注意的。上福局的大人究竟会是谁？小姐，不要叫我小姐。居然是司仪大人，他与贤淑媛究竟？亏我先前待你不薄，如今你当上了司级女官，居然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贤夫人，您误会了，我从未这样想过。没有？那为何我先前存你那儿的一件衣裙拿回来时，裙面都被虫蚁给咬烂了。那件衣裙我送来时特意检查过，当时还是好好的。还敢狡辩？是不是曾经当我侍女的事让你觉得丢人，所以才想报复于我？贤夫人，我自小跟着您长大，因为您的求情，我因病逝世的母亲才能得到厚葬。都已感激你还来不及，怎会觉得丢人呢？狡辩，给我走！此事回头我非得好好同君后说说才行，定不会轻饶了你。听了司仪大人做事向来妥帖，怎会闹出这种事情来？要是上福局的，今儿真是算我倒霉了。见过贤淑媛，属下是奉了上福局之命，特地来取那件碧霞罗裙回去修补的。那你方才杵在那儿做什么？
可是在幸灾乐祸的看笑话。并非如此，属下是无意间瞧见司仪大人受罚，有些不解罢了。不解？我看你啊，心底想的八成是我在冤枉他吧。Oh, barely. We're only halfway. 贤淑媛息怒，您方才也说此事会禀报君后再做处理。君后向来秉公行事，司仪大人是否冤屈，不是看属下怎想。哼， oh. 我这的侍女都比较忙，比不得你们这些女官清闲。罗裙就存在旁边，你自个儿翻找吧。OK， 记得修补时仔细点，要不然下回轮到的就是你。It's such a dress. These witch ladies. 绣面受损的碧霞罗裙。啊，有了，赶紧回上服局修补吧。小姐，外头来了帮侍卫，说是要找你。Why？我也不知道，但瞧他们来势汹汹的样子，似乎不是什么好事儿。小姐，你可得当心点儿。你别紧张，我出去看看。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擅闯上府局，可是大罪。大人稍安勿躁，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你若是君后，是君后派你们来的？没错，贤淑媛怀疑你盗了他寝殿内的一对和田玉镯，君后这才命我们前来搜查赃物。你要是藏了，我劝你还是自个儿交出来比较好。什么和田玉镯？我从未见过此物。搜到了，玉镯在这儿。什么？这怎么可能？人赃俱获，既然如此，那就有劳大人跟我们去一趟奉天殿了。那 who's pulling all these strings? Probably the royal consort, yeah?属下虽然去过贤淑媛的寝殿，但只是取了罗裙回去修补，不曾动过其他心思。不曾动过心思？那这对玉镯为何会从你的屋内被搜出来？倘若早知道你手脚不干净，我是万万不会让你去取衣的。近来上府局都在忙着修缮祭祀大典时被烧坏的衣物，对往来之人疏于防范。这对玉镯极有可能是方才趁我离开后有人偷偷放入屋内的，望君后与贤淑媛明鉴。你所言也存有可能，也或许是广储局送来时便弄错了。总而言之，此事还需彻查。君后且慢，广储局每次送赏赐过来，我都会亲自查验，录册里也是记得清清楚楚。眼下既然玉镯从他那里搜出来了，那就证明此人有极大嫌疑，可不能就轻易算了。贤淑媛的态度着实有些奇怪，她为何如此笃定是我偷了玉镯？既然如此，那便先将他压下去，待到查清真相再放出来也不迟。贤淑媛，这回你应当就没有怨言了吧？我相信此番君后的判断应当是最为明智的。恭郡王，他怎么会来此处？君后的判断确实明智，此事正是与广储局有关。恭郡王既贸然前来，言语间还如此笃定，可是回君后，正是。近来本王奉君上之命，一直在外头调查私炮进京的事情，偶然间查到一家钱庄，发现广储局总管刘全的名下常有巨额银两汇入。顺着线索往后查才知，这钱财的来源便是刘全贩卖王城内宝贝所得来的赃款。居然敢借着职务之便盗窃王城内的财物。
君后，依本王看，这对玉镯极有可能是刘全担心东窗事发而刻意放在上夫局的。王爷所说的都不过是猜测而已，不足为证。贤淑媛，此事君上知情后便派人去您殿内搜查了一番，结果发现其中许多宝贝都是赝品。这前后一联系，刘全就有了足够的动机去栽赃他人。只是侍女难辨宝贝真伪并不奇怪，但您堂堂大家出身，再辨不出可就不应该了。这只怪这刘全太过奸诈，居然将赝品做得如此逼真，当真是可恶至极。此事过于巧合，难道说贤淑媛与刘全之间存有什么关系？ Yes， 既然此事却与他无关，那便可以就此收手了吧。贤淑媛，此番是我唐突了，望君后恕罪。多谢王爷，倘若不是王爷方才及时出现，我恐怕是难逃追责。你果然还在查礼炮之事，不然这贤淑媛应当也不会紧咬着你不放。此次是我擅自行动了，还请王爷恕罪，但我实在无法坐视不理，不然这罪名可能就要落到贺兆仪的头上了。本王知道此番找你详谈也并非是为了指责，而是想将方才没说完全的事告知于你。既然一味阻拦没有用，那本王也只有顺水推舟了。Thank you。 是有关贤淑媛的事吗？王爷方才说我是因为调查礼炮的事才会被贤淑媛盯上，那他……没错，此事很有可能与他有关。刘全的名下还有一部分的银两是从定海汇入的，而王家的势力就在定海。刘全掌管货物运输，王家既然给他银两，肯定是托他办事。如此看来，王家在私炮被运入王城的事情上的确嫌疑最大。但目前缺乏直接证据，唯有从刘全身上入手，明日本王将亲自审讯他。 Good luck, man。 王爷，王家既然放心将此事交与刘全，定然有信心不让此事暴露，严刑逼供未必有用，不如我们可以试试请君入瓮。你怪爱出主意，但本王相信听你的应当没错。多谢王爷信任。依我看，眼下刘全被关押，贤淑媛肯定慌乱无措，倘若我们向外传出刘全受不了逼供要见君上的消息，那他肯定会有所动作。届时只需要埋伏在附近，定能有所收获。王爷所言极是。Well, I'm glad they told us a plan, because last time I'm like, let me know, man, what's happening? Well, what's gonna happen? Okay, see. I'm gonna be so sad when there's no more story. Oh. Spread. 你倘若要去乾元殿送医，可得趁早了，最好现在就去。大人，为何广储局的刘总管被关起来审讯了？眼下受不得苦，正嚷嚷着要见君上。据说此事有关前段时间的礼炮爆炸，你要是正巧撞上，难保不会被迁怒。这么严重啊，多谢大人提点。不必多礼，你回头可别忘了提醒一下周围的其他同僚，定要……哦。Where am I?敢问二位，刘总管这是还没回来吗？上府局托我来向他要样东西。这是啊，自从昨夜被侍卫带走后就再没消息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得来了。先别想这么多，我可是听闻刘总管并非此事的罪魁祸首，君上今晚就要亲自审讯于他，待他将背后的隐情全盘托出，说不定就能安然无恙了呢。但愿吧，刘总管平日里出手阔绰，待我们不薄，真是再难找到这样的管事了。
He almost sounds like Dowager.王爷，消息已经传播的差不多了，约莫很快就会传入贤淑媛耳中。嗯，方才东流也同我说，眼下王城上下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东流 is his little bodyguard, I think. 牢房里的狱卒我已经打点好了，你且随我来吧。接下来。Okay, what's next? Oh, we'll wait. Those two are cute, hiding together like that. Oh, you're gonna kill him? 你是？少废话，受死吧！住手！别动，不然的话，看在还有用的份上，暂且留你一命。Well, my mean, good try, I guess. You 方才可有伤着？所幸王爷出手及时，我并未有恙。那就好，下次再发生这种事，即便放他离开，也切记不要贸然涉险，明白了吗？好，我记住了。嗯，方才那人不是普通刺客，而是名死士，恐怕不会轻易开口。比起他，眼前这位就不一样了。的确，瞧刘总管的样子。走吧，我们去看看他的情况。你们刘总管，你为王家死守秘密，但是直到最后，他们为了明哲保身还是想要你的命，你这么做当真值得吗？什么王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当真不知道吗？真的，千真万确。王爷，求您放过我吧。本王放过你倒是容易，但王家恐怕不会轻饶了你。他们既然连你也敢下手，就别提你在汴京城内的家人了。你觉得刺客当真是王家派来的？不然呢？王家担心事情败露，只有你再也开不了口，他们才能安枕无忧。这刘总管，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倘若你如实交代，君上不仅会保了你这条性命，还会妥善照料你在汴京城内的亲人，不然的话，你便自求多福吧。别说，我全都说是王茂，是他联合贤淑媛将官炮替换成私炮运进来，好探了上头拨下来的那笔银两。那命你在礼炮附近丢下珠钗，嫁祸给贺昭仪的，是不是也是他们？确实是，我这也是听命于人，没办法呀。刘总管，本王看你也从中捞了不少好处，不过是王爷教训的是。之后本王会负责带他去君上那儿当面审问，此番辛苦你了，便先行回去吧。好，那就交给王爷了。既然事情差不多已经尘埃落定了，那便找个机会去见见林姐姐吧。Well, we're gonna get one corrupted person out of the palace, that's good. One or two, three, the whole family maybe? The Wong family? Okay. 听林姐姐的语气，可是已经知道些什么了。就在方才，有对侍卫闯入贤淑媛的寝殿，直接就将她押去了官居殿，
听闻择日便要连同王家其他老小一道被发配边疆了。没想到君上居然如此雷厉风行，才不过短短几个时辰就……唉，这王城内向来如此，今日此番我与贺家能够转危为安，逃过此劫，还得多亏了你。林姐姐不必客气，我们自小一道长大，这都是应该的。好好好，不同你客气。时辰不早了，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嗯。That's a good letter. 啊！ I feel like it's a bad thing, but if it's a good thing, that'd be good. 小姐，你过来瞧瞧，这里有封奇怪的信。She says it's a weird letter. 信？是贺昭仪送来的吗？应当不是，这封信是清晨我在门下的缝隙处发现的，不知道是谁放在那的。拿来我看看吧。哦，That does not sound good. My mean, don't go back for Dong Yi's life. Who? Who?你来了，你特意托人送信找我过来，究竟所为何事？你想做什么？别紧张，事已至此，我也不能做什么，只是突然有些理解为何君上会如此看重于你。你不仅聪明，姿色也是实属上乘，如果你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那我便不奉陪了。慢着，你误会了，我并非是想羞辱于你，我反而很羡慕你。正因为如此，我才想求你帮我一个忙。若有机会，日后希望你能多帮衬一下东林。为了司仪大人，他居然会向我下跪，可他现在与司仪大人不是……无论如何，你先起来。我正好也有些事想问你。你既求我帮他，那你先前的那些责骂难道都是在演戏吗？ Okay, the one in the beginning. 是，我借责骂为由与他撇清关系，便是不想让他同我一道被发配，但他毕竟与王家有些渊源，此番恐怕会被逐出王城，他在外头无依无靠，无疑也是条死路，所以我才想求你帮忙。可我为什么要帮你？别忘了，你曾想过要陷害贺昭仪。是，我是做过，所以我不曾想过得你的原谅。但东银不一样，他心性善良，和我截然不同。况且你在背后调查当年那起旧案的事，真以为自己做的滴水不漏吗？你是在威胁我？不，我只是想告诉你，东瀛跟在我身边多年，知道许多内情，往后定能对你有所用处的。比如呢？比如你是不是得到了一本前朝凌院判的药谱？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世上可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你即使继续调查那本药谱也是无济于事，因为当年贺贵夫人逝世前最后饮下的药汤并非出自林院判之手，而是如今的周院判所致。周院判？那做人贪心不得，我能说的便只有这么多。 Yeah, we might kill her, so that's good enough. 若他所言无虚，那此番帮助东瀛的确可能有利于日后调查，可要当真算来，是我致使你沦落至此的，你为何会放心让我帮忙？我自小在勾心斗角的环境中长大，看惯了便能看得出来，此番就算没有你，我们王家也逃不过这劫。
所以怨你又有何用呢？我先前便有些存疑，王家若是只为了谋财，为何会在祭祀大典闹出这么大的阵仗？死跑爆炸当真只是一场意外吗？你果然是看得通透。如果我说祭祀大典的私炮不是王家替换的，你信吗？我无论你信不信，我都想提醒你一句，君上能坐在如今的位子上不是没有道理的，包括恭郡王在内都不是。你若过于信任他们，便要做好This is a weird advice. What's wrong with those two? They're like, they are like in a trailer in pretty CGs, so I guess I find out. Alright, that was chapter 8. Alright, what's someone need to do? Wow, okay, let's not move on. I gotta boost up my mic. Okay.And then maybe I do this next time. Alright. Thanks for watching, you guys. Until next time.